Hello Hello， 这里是川川。今天唐人街是终于上线了雅服。从去年二月多官方公布消息之后呢，川川就是一直在期待这个地图。那么今天终于上线了，非常的开心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地图资讯好了。有四排房子，中间有一个树，这个应该就是地图的中心吧。这样看好像，大概看了一下，好像也没有很懂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进去走走。看到这个东风窑，我以为唐人街上线的时候东风窑会复刻哎，好吧，没有，有点难过。不过没关系。哎呦，没错。就用这个，很漂亮的，一样不错看的这个残花泪，来带大家逛地图吧。地图也有声音，这是什么声音？这是什么声音？先把 AI 控制关掉，然后先把存在感刷满好了。虽然说感觉也没什么用。好，这里是中间。我先从最角落开始逛起好了，就是，先吸滚到最角落，这还没好了，这边大概是，好，这边是地图的算是右下角，对，这边这个楼梯呢？是可以上去的吗？可以啊，这边有很多看起来可以上去却不能上去的楼梯。这边没有东西哦，好吧。从这边跳下去看看。啊，这个是那个翻过去翻四次会垮的那个。我稍微一点有点塌掉，然后第四次就会垮掉。垮掉了，好，我看看这栋楼应该是进不去，只能从这边的楼梯上去。看看这个楼也没办法上去。这边是不是不行？好吧，这边的楼都没有办法上去。这边是一个小废墟吗？这边好，第一边的楼就这样，没有办法进去。这是猪肉吗？来剁。剁猪肉，老板，我要买猪肉。这边都不能进去，这边好像也没有办法进去。这边又是一个小废墟。小白，你不要再喘了。又是卖猪肉的，这边好多卖猪肉。这边也没有办法，这边可以进去。那边上面的桥就是这样连过来。小白，你，好，这边这个大楼梯，两边都可以上去。那边，好，走这边的话好像没有东西。对，这边都没有东西。这是什么？206，207，好。
五四三二一，这边就是空空的哦，空空的。那我们再出去。刚才是，诶，这边已经到这边来了。哦，我刚才是不是从前面这边进去的？诶，不对。嗯，我刚刚是从后面这边进来的。好，那这边大概就这两条，就只有这两栋可以进去。然后这边很多伞的地方是其中一个，不知道是大吗还是小。耶，伞很多伞，超多伞伞的。这个再来到这边，这是第三条，这没办法上去。哎，怎么又是伞啊？这边好多伞啊！树伞该不会就是从这里出生的？这里是中间的树，这是什么声音啊？有没有听到声音吗？风声啊，很多符咒。杰克的酒吧。终于有一间可以进去了。这一间可以通到对面的样子。对，可以通到对面。那我们就直接走这里了。这是茶，喝茶。这个是谁啊？关羽吗？张飞？不知道，算了。这边走过来。嗯，我比他高一个头，呵呵。这个监管者走过来，娃娃是不会倒的哦。求生者走过来，娃娃会倒。哎，这是更衣室吗？这样看都看得进去了耶。这更衣室是不是有点破烂？哎，这里还有一个娃。这个是就是算布工厂吧。然后好，就这样子走过来，上面这个天桥，这个狮子楼也可以进去。没有二楼，哎，进来就是空空的，听笑声用的。好啊，这里可以连过来了。这是雕像吗？哎，这里有一个地下室。逛地下室没什么好逛的。这个火监管者没办法点。刚才是在逛街，这边的楼就都没有办法进去了，真的能进去的很少。这边是地图的左下角，又是买猪肉，太偷猪肉了吧。这边算是一个小废墟。差不多就这样了吧。好多垃圾。这个椅子怎么回事？太空了吧这里。这边垃圾都不清的。好，差不多就这样子，我看看。这边是另外一个门。Thank you.